但是就在一个年头还没想透的时候，那个渔民冲进来了，冲进几个人民，前面那个我就看了三个，挎了大刀，端着枪，就进来了。他一看到了我营，砰开枪，一枪前面人打倒下来了，这打倒下来就慌了，啊，揪起来了。我母亲抱着我的顶小的弟弟，小弟弟拼命的哭，妈妈就给他吃奶，叫他不要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日本鬼子扎了刺刀，一刺刀戳到我母亲就把我母亲倒下来了。倒下来，小孩掉了地下掉的地下来了。母亲还趁着进去的，弟弟抱着没给他掉下去。鬼子把这个刺刀拔出去以后，又一刺刀戳到我母亲倒脚还倒下来，把我弟弟摔在地下了。我弟弟抖在地下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哭喊哦，不要戳妈妈，不要戳妈妈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那个丁小的弟弟不是给鬼子戳的掉地下了吗？有个鬼子，底下弟弟在底下哭呢。那个鬼子把我那两个弟弟戳倒了以后，看那小孩在哭，在我弟弟屁股高头一刺刀一跳，我咋走得清了？看到我妈妈睡在那，睡个头，呛着那个竹子片。看睡了看，睡了看了，我一看到我妈妈睡了看，我妈妈没死呢。看到我看到我妈妈，两个眼睛对我看，看我的妈妈你怎么样？我的妈妈也看到我眼睛直掉，妈不能讲话，看到嘴里动动讲不出来。我那边有小孩哭的声音，好像是我弟弟。我明白妈妈意思了，我妈妈我可以看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小爸爸，我那个顶下的弟子叫爸爸，我就走了去找，找的地下全是死人，地下全是血，那个地下挖的血，踩的就在那发黏了，那个天特别冷，我绕前头一堆死人，几个堆了个，中间一个龙蛋，一个小孩爬在那块，像他朝上爬，那是我弟弟，哇哭。喊妈妈，妈妈哭，我弟弟还没死。我开了以后，我就喊，我说小爸，他听到我的喉咙了，扑通掉过来了，拼命的朝我前面，朝我这个跟前窜。但是因为天又冷，小鞋子也跑掉了，两个小脚袜子也没有了，小脚冻得通红，全是血。这时候妈妈看了小我小弟弟放下来以后。我妈妈拼命的挣扎，把手撑着，把衣服拽坏里面的衣服，把瘤子盖回来，拼命的拽回来，给我弟弟起来。叫我弟弟呢，看到我妈妈把衣服拽回来以后，拼命跑到妈妈怀里给她起来。我妈妈把衣服拽回来以后，我看了几个刀伤，都在流血。我弟弟在起来。靠我母亲来着变成一个刀山里的汗毛血泡泡，我弟弟不懂事，拼命在起来，血泡泡动，我就赶快上去，我妈妈我跟你捂着，我说你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一会儿，会好的，妈妈我替你捂着，可是我妈妈不能讲话，眼泪直掉。掉了，头一倒，倒过去了，倒过去就不眼睛不吱声。我晓得现在我妈妈可能死了，我咬她，她也不响。我喊她妈妈你起来，她也不起来。我这么喊她，她也不起来。我就是晓得妈妈死了，我说怎么办了？